上海出版社广播电台，大家好。北京辰光凌晨三点十分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辣盖人民广场发现只男人，赤子赤脚、赤子赤膊、直平平的躺辣马路当中，想要寻死，还好被妇女眼明手快，差头及时夺去，当场致死。拉不拉我？拉不拉我？尿起死！尿起死！你脑子还没枪打过啊？有啥想不开啦？要死得听好，不准再死。都是不晓得啊，大姐大姑、叔叔伯伯、娘娘阿姨，我命苦啊！蹲了一家公司三年了，钞票有时赚不到，混了混去混到今朝还是小赤佬。新来一个娘娘腔，一来就跑到我头浪向。原来老板乱动了，请句子也丈母娘。啊乖乖老弟懂，啊韭菜炒大葱，你马上真叫好，正义欲拍广告，后来还没民工高，冒充海归真搞笑。天天拿我当佣人，嚣张了不得了。小三子啊，帮我去泡杯咖啡，多加糖，多加奶。哎呦喂，没得命嘞！我的鸡皮疙瘩老一地，连昨天夜到夜饭也快要吐不已。你三只海味吃进肚皮，浑身吹得哦。我忙来忙去，眼皮耷拉，等等青菜包。我做得比伊好，拿了比伊少。我天天辣家被伊夜到起哈高。西门町吃到意大利，路上我走到血口血喷进医院里，看到我生毛病，老板居然笑嘻嘻。跟我的奖金我又好商量的，看来没拿我做到事，老板是心不死。挨到年底发奖金，我两个还没信心。老板啊，侬看啊，侬看啊，这得眼钞票啦！哦哟，侬心黑嘞，蛮好嘞，猥琐嘞！我靠，小叔的后头也好瘦啊！哎呀，那哪能办哪能办，委屈哪能向了老婆交代呀？哎，先把侬关到屋里向，老婆还要摆面孔看样子。今朝大姨上班，觉得来我家发肿。上上上，辣盖同今朝我把老板弄怂，反正讲来讲去，弄到最后是我最没用。起我了，大把头侬给我拿出来，快点快点。一脱裤子走个眼。啥么子啊？哪能走个眼啊？啊，侬鼻又痒了对吧？别话都亲眼都亲眼。我听侬讲，侬给我认真嘛？我都亲上他老公，侬给我刚刚亲上。外头要加许多钞票做啥？养女人的吧？侬混出来侬啊！哎呀，我呀，侬个女人哪能这样子啦？跟你讲哪能过吧？炒大葱，上幺零幺零叫，反正赚钞票。